子歌，有些遗憾呢，没有办法挽回，但是心心念念的人，一定会重新相遇的。嗯，我发现你和高中的时候，真的没什么变化。是吗？嗯。白起家，你是不是在质疑我的身材啊？怎么会？ 这边墙，没想到啊，时隔这么多年，本女侠居然还要靠翻墙去夺老臣。哎，走。我那墙怎么这么高啊？没事儿，你别害怕，来，我接着你。我年章怎么这么轻狂啊？真的是艺高人担当。没事儿，你往我这儿跳，我接着你。那你要接住我。 好，没事儿，下来了。我说会接住你的。你害怕什么？怎么样，有没有开心一点？休息。确实，感谢你一大早就给我这么大的惊喜。不过这么折腾一番，我确实轻松很多。 要是能进教学楼就好了，就可以去教室看看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以后多的是机会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走吧。